你妈上高处，无人煮会赢伊啦。我这个滋味吼，我真正足怀念的。即马厝内无使用人，妈一定要家己煮啊。上叫伊，对我讲话这么无客气，无教一届乖，以后真正无把我囥在眼内。我等下啊。阿姨，哎，嘉纯，你也来啊？是啊，我得撒一挂菜过来给爸吃，安尼。阿妈就免遐辛苦，家己就爱买菜、煮菜、照顾爸。那你阿妈是安怎爱家己买菜？哦，阿罗今仔日啊，我就想到你爱食迄鸡肉蛋啦，啊拜托妈出去买啊。哎，妈误会啊呢，啊这附近妈无了解啊，你哪会当让妈一人出去买物件啦？华都，嗯，哎呦，哪安尼啦？那就危险的。有人，以后不管要买啥物件，你家己去。若真正无时间，叫咱餐厅送来就好。我不准你阁叫我妈一人去买物件啦。有啦，我知啦。是啦，这件代志哦，等于咱甲你妈妈讲哦，不用烦恼啊。你放心，我袂讲。嘉纯，这个菜拢你妈煮的。是啊，这拢是我妈的手烙菜。阿姨，你嘛足久无食着啊吼，来做伙食啊，莫客气。我食袂来啦。哦，爸，你哦，得啊赶紧好起来。你看阿姨哦，都烦恼到食袂落。一个做伙食。我知影讲你吼不爱食这菜。啊，敢讲，都一定我这老大人煮到平平说你才要吃？无啦，妈，我无这个意思啦。无这个意思就直接吃啦。一家伙啊，真久无安尼坐落，好好吃一顿饭。对啊。看起来这个我破病啊，真正有价值。嗯，我三百个讲几多，那破病才有价值。我唔是要来伺候你，等下也坐坐咧哦，他个老爸讲，这次我来温下烧啊。